来，开门。谁？手举高。民警荷枪实弹戒备，只见裸上身的男子神情慌张，讲话颤抖，因为竟然有人拿枪恐吓。带枪来了，太夸张了啦！你来，我在厕所一出来。谁受伤？我。你先趴下了。先躺着，先躺，坐着就好。拿枪闯进民宅，吓坏屋内所有人，还好房东父子俩及时将人压制，立刻报警。瘦瘦的，这里都是刺那个字，他跟我点头，我赶快跑进去，走到那里简直是那个吸管了，就爬上去呀。事发在台北文山区某民宅，原来女租客是47岁郑姓犯嫌的前女友，两人分手近半年，但偶尔还会联络。没想到前女友最近都已读不回，搞失联，让犯嫌火冒三丈，扯瓦斯枪闯屋，要前女友给个交代。警方到场立即予以逮捕，全案依恐吓、伤害罪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等，将郑嫌移送法办。郑姓犯嫌之前就闹过一次，这回变本加厉，持枪威胁，让房东父子饱受惊吓，事后赶紧拜托女租客搬离，避免恐怖情人再找上门。带枪来了，太夸张了啦！就王俊仁、陈冠宇台北报道。